从深沟看世界，看见新深沟，舌尖上的深沟。走开啦！欢迎收听《迷你之一》，我爱深沟。大家好，我是会晓讲台语就讲台语，不会讲台语就讲华语的林大美。关于深沟村长时间都浸在了天文社社长一手主导的第一次种菜就失败的气氛里，也不是办法。于是我们看到有人去抓鱼了，波波；有人认真的上竹编课，也砍到手了，雪清；有人想征婚找一个地主的女儿，但八字还没一撇，冠霖；还有一个国中生开始在学校做广播了，罗欧。无论如何，人生还是要继续。农村的课题太多了，但回到种菜这件事，正好是许多小农在水稻休耕期间最大的焦急。所以今天的深沟新闻焦点就是土拉克成员之一邵文，他最近因为分享自己种菜快要成功的经验而引发网友留言提醒，担心邵文会不会因此误伤了蔡富显会的心。我们听听这位常蹲在菜园里快要人土合一的邵文，他的种菜心情。邵文种菜看起来经验老道的样子，你种菜几年了？从大溪开始的话应该有四年了，所以觉得自己算是经验老道的人，种菜其实没有那么难。我觉得要经验，我经验不够哎，但是我认为种菜跟你的环境有关系。你在好的土壤种就简单，然后你在适合的气候种也是简单这样。所以大溪跟深沟村这里有很大落差吗？有啊，我觉得我种过三块地，一个是在桃园大溪，然后那边是比较石头地。然后后来来宜兰之后，就在大洲的那个河床地，然后现在我们有一块菜园在深沟的水田地，所以它每一种土性都不一样。所以哪里最好种？我觉得是不同的地可以是种不同的植物，不同的作物，没有说哪个地比较好种。像你说沙地的话，你种菜就会有水的问题啊，还有那个肥分流失的问题。那如果你种在水田的话，它水没有问题，可是它就会有积水跟土很黏的问题。我们开始试着把那个水田地吼变成蔬菜园，这件事情可以做，但是就前面会很辛苦。但你已经在深沟村试种蔬菜两年？没有没有，今年第一次。今年是第一次？对，我非常，我觉得我工作起来非常不高兴，就是土都黏黏的，然后下雨天那个水就排不出去，然后就是，然后那个土有的时候它如果下过大雨又很硬，然后就是我就觉得说天哪，但是我想这是第一年啦，我觉得慢慢这样下去应该会越来越好。我来宜兰种菜这是第三年嘛，我觉得美娇阿姨给我，因为我们的菜园就在旁边，然后阿姨其实她。我都是在看他种菜的，那我觉得就是前两年那个，我们不是每一年暑假的时候都是九月、七八月、七八九都有台风嘛？那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们就是在九月的时候抢种，因为蔬菜农他如果是以卖菜为生，他一定会抢种。但是就是我已经看两年了，就是阿姨的那个种的那个，比方说萝卜籽啊，还是什么都还有蔬菜都是会被冲掉，就算在沙地，就是等于是做白工。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就是要忍住那个抢种的冲动，就是说之前就是我们不是从前面有三个台风嘛，就是压按耐着不种，就是你会觉得说天哪，我种下去我现在早就在收，可是就是不要在台风前做一些就是之后会做白工的事情。然后像今天啊，雨又滴滴答答这样子，这对于菜园你自己在种菜的心情来讲，会不会每天都被这些天气弄得？不会，其实这样子的雨是刚刚好的，就是你种完之后它刚好就下雨了，就这样子的小雨是很适合种菜。可是假设是像之前台风或是那种暴雨，它就会比较没有办法工作这样。原则上这种天气就是宜兰冬天种菜适合的天气，我们既然都已经当农夫了，而且大概也都知道那个天气对我们造成的影响，这样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早就调适了吧。就是种田哪有不看天看天面的啦，嘿，所以我就觉得说大家就是那个保持信心，继续种下去。这乐观的路线不适合我们。那你要不要调侃一下，每次种都种不起来，到底它问题在哪里？他们没有每次种都种不起来，你不要挑拨我们好不好？我跟你说，大米，你不能，我跟你说，水田要转做蔬菜，它是很困难的。
就是在那个土壤的调配还是什么，像我们就会花很多力气去山上找那个森林的壤土，因为它就是不能只有粘土，你想看那么粘土它根系怎么长出去，所以就是这件事我们就会去找适合的土壤，然后再搭配哪一些，比方说哦那个文泉大哥有那个什么，他不是有沙滩那个碳化稻壳嘛，跟他像那个很适合蔬菜，很适合菠菜，那一些我们就把它混，然后让土质松一点，然后再去种这样，所以那个不是每次都失败，那是连我觉得我种蔬菜四年，我这次种那个水田我也觉得种的。大家的收音机没有坏掉哦，由于少文太认真的解释种菜这件事，我只好快转，因为我们想听的重点是很讨厌。所以我 po 那个很好看的照片，是因为我只是就是很高兴告诉自己说，诶，这样子试镜出来方式是可以成功的这样。你不用要替自己辩解，大家都觉得说啊，你是不是这样子会刺激到蔡富贤会？你看，我们都直接把他的名字称呼出来，其实不会，大家就是想看他失败，然后另外对照组想看有人是不是真的可以成功啊？贤惠又中枪了，贤惠你好可怜哦，大米都一直叫你讲，没有，不是只有我，那不然你说说看嘛，为什么大家都那么想要 follow 一个种菜失败的人？他的故事，因为每个人都有失败的经验呢、那就看到这样子的话，就会觉得哦，原来我以前的失败也是，其实别人也是这样，就好像我今天是同性恋，然后我就说哇，原来其实旁边也有同性恋，就会觉得不孤单吧，又趁机乱出柜。好，谢谢你哦，拜好，拜拜。以上就是本周的深沟种菜焦点新闻，谢谢这位种菜不许问失败还顺便大方出柜的少文豪迈的分享。离开了土拉克的菜园，下一站深沟国小，这一天是星期五的早上9点钟，小学生在上课，家长们也在校园的开放式厨房上起课来，也就是本节目专访深沟国小校长时曾经介绍四堂与婆婆妈妈学做古早味小吃的课程。今天是最后一堂课，要做操阿贵，哇，我最想念老妈做的超贵了，要上课咯，赶快打开你的耳朵，用听觉唤起你的嗅觉与视觉，一起走进这个欢乐的厨房，学做超贵，顺便听八卦，还能一边领悟人生哲理哦。乐龄活动的最后一节超贵，对、你是负责这个，对，我是负责这一次的超贵的人。为什么你特别是负责超阿贵？因为我们每一个妈妈吼，她都有负责她的部分，像淑苑就是这次做米苔木啊、国音蛙贵啊，啊米糕就是美红嘛，我们第一次是做米糕，所以我们这几次排的所有全部都是米跟米有关系的食品啊。这一次乐龄活动哦，很高兴就是不同年龄层的人都有来。本来会想到年龄落差这么大吗？没有哎、说真的没有。其实我们原本办这个活动啊，一开始其实是想说哈、就是让长辈们教我们，而不是我们教他们。对，就是等于像有点技术交流啊。对对对，就是有技术交流的意思啊。但结果遭奸体哈、也没有，因为这些阿姨都比我们厉害，婆婆妈妈们超厉害。对，那这样还是好，因为这咱昨昏吼，准备咱已经先过底定啊，因为准备较定，无像在咱较软嘛，对不？所以咱准备浸较久。啊，我这是一半长竹啦，一半圆竹啦，所以就免破。好，所以你若等一种米的话，就是人讲的爱破。啊，你若浸一工做。地起来的这果菜一定爱冰，无会歹去。因为内底咱是咱做乌草粿，阮今日是用啥做？用桑葚叶、牛仔饲肉的肉，先落去拍酱，吼、加水下去打汁，然后再加下去磨米，出来就是这个颜色，吼、应该是大家可以闻看看它的味道，就是也比较无哇。我对啊，这个超脆米，超脆米。它因为桑葚叶，它本来它就有功能在，它是不是消炎？啊，较凉凉，对。啊，因为其实我们做粿拢会精油，咱嘛无会精油，我们就只有单纯就是花生调和油，调和的那种花生油下去打，对。所以就没有，也就是不会像外面的粿说，就是它会有另外一个那个精油的味道。会有一点点那个味道，如果这是吃的很对那个很敏感的，一吃就知道。我们全部都是用那种花生油下去打。什么人给你改？超贵哦！这个其实我们都已经改良过了，
改，就是食谱把它改得很最简单的。以前的超贵的皮，就是那个贵龟皮，他们老一辈的人就是说很喜欢吃甜，就是皮都很甜。那现代人就是吃比较没有那么甜。那之前就是因为我们那个龟妈妈她的婆婆给我们的一个配方，但是我觉得是那个太甜了，所以我们就把它改良，连那个内馅我们全部都改良过了啊，所以吃起来变成说它比较不甜，然后就是很顺口。对，嘿嘿，这个超脆皮。垮是什么意思？老师，一共垮是什么意思？叫这阿姨啊解释。阿妈，请问破是什么意思？我讲啊，伊即摆就创一半长子啦，一半短子啦，俺就免阁南煎米，无普通阮若种圆的吼，就是爱阁嗲迄款的胶啊米来破。哦，哇，是混的意思，南的意思哈。软软，不会太软。这安尼做起来过界 Q， 嘿，安尼再 Q。这位姐姐，你是第一次做超花柜吗？对。那您是深沟人？不是，我从台北搬来。嗯，来种田吗？不是，来给小孩子读书。你为了小孩让他读深沟国小，所以你搬来宜兰深沟？对，逮到一个了。很多人说还蛮多的。真的？对啊，那个蛮多家长都是这样。请问一下，您贵姓，可以怎么称呼？我叫小娟。小娟 ，OK。那这个乐龄的学习，这个你是因为小朋友拿联络单给你回去，你才知道的？对。然后就很有兴趣。我觉得要融入团体，对，还蛮不错的，比我想象中好玩多了。你已经第几堂课这一次？第四次。你每一次都来吗？有，对，每次。我看你都还帮忙打扫，所以其实你不见得想说一定要学会起来嘛，你只是想一起在这个社群里面活动，学交朋友之类的。对，因为我对吃本来就不熟悉，所以学一次我可能还学不起来，但是可以多听，因为他们讲台语其实我也不是很了解。对，但我觉得多听多学。那小娟，你已经上过三次课了，那今天第四堂对你来讲有没有一点点舍不得？不会啊，还会继续来啊，因为我知道这边很多活动，他们对家长非常的用心，除了对小孩的食农教育，也对家长非常用心。对啊，我来这里觉得这里其实像一个家庭，就是在这边很多家长也会关心，互相照顾，很棒。像对面这位吗？明明是那个上课的导师，明明是班导师，结果只顾着玩小孩。他很棒哎，我觉得他在这里根本就像在家里呀。现在在说的是美红姐，不像老师。真的，我觉得这样感觉很好，不要太有距离。对，不要太有距离，很棒。大嫂，像小娟新来的家长，对，新来的，对，我们都会欺负他。教一下怎么个欺负。对，就什么事情拖地就教他，洗碗也教他，我们这边玩小孩就从来都没有教过我。你有要呼唤台北的谁叫他们也搬来吗？其实我用在台里面跟很多好朋友讲，我真的觉得那我们的小孩真的应该都要来这边，台北跟这里差真的很不一样。然后每次开车回去台北的时候，生活就开始紧凑起来，然后再回来深沟就觉得哇好棒，真的这里比较像是生活。对，那边比较像是机器，台机器，对，比较像是机器人的世界。淑仪阿嬷，嗨，你好。你好，你伫咧深沟教日本话？教小朋友普通的这个那种生活的礼仪啦，那跟日语有关系的？用日语讲啊，用日语讲，跟比较日本的小学，因为我去那边已经23、24年了，所以我有机会要采访一下你教日文的课，可以吗？好啊，好啊，好，下个礼拜五就来。但我今天可以先聊一下，淑仪阿嬷，你参加这乐龄学习，做过这第几节课啊？啊，这课我拢都有丢，但是我是做评审的。
你做评审呢？我做评审啊，因为跩查某囝就遮敖做啊，跩新妇查某囝遮敖做吼啊，所以我阿妈做评审，我今日有敖做无安尼？你实在太敖讲话咧，你就是坐伫遮等食就对啦。讲歹听就是安尼啦。啊咯，唔通歹听咯，拢好听，遮好食我啊，遮即礼拜跩新妇较敖煮。啊，迄礼拜的查某囝较强，阿哩阿哩。阿妈，你搁教教我教一个，你讲顶礼拜较敖煮，这礼拜较强，就是这礼拜诶，查某囝哦较强，较强啦吼，较强比较能干啦。啊，顶礼拜新妇较敖煮哦，煮甲真好吃，啊，咸咸香，正正滴，唔通咸。哇塞，这些词拢听得足好听，不过爱想一个讲，哎，这个意思，个性捌听过，不过唔捌听过讲，讲到这尔啊，你也好听。所以你看，我就是表示我有几岁啊。阿妈，你喜欢吃多几种粿？我逐项拢爱吃嘞，我大家，因为咱我常常讲唔通咸，为什么？啊，你咸，我都无便宜，你较敖煮，我哪会使咸？啊，那搞便宜较搞煮，我就讲啊，这较咸的，这较正，我都无啊，我都未晓煮啊，所以大家煮起来，大项拢好吃。啊，叫阿妈学，用学老的方式啦。安尼较袂，安尼较袂姓顾。较袂什么？姓顾啦。姓顾是啥物？姓顾你唔知啊？啊，姓顾人员的顾啦。哦，是这个意思。较袂姓顾啊，我的姓林，唔是姓顾，我姓林。哦，安尼好，佮二级行，二级行。那姓。不要姓顾，顾人怨呐、啊哦！不要姓顾，顾人怨呐、啊！另外、啊、要姓张呐、啊，姓张阿张啊，阿张就吃怒啊！不要姓张哦，忙姓张哦。我感觉我学不完啊，就随便跟阿妈聊一分钟就学好多。谢谢要姓谢，要姓谢啊！大家拢谢谢啊！叫汤家，好好哦。啊，咱来今晚要来今晚要来开心暖鬼啊！你去看，来、哦、啊！我看你再来做评审。第几次来？第二次吧。哦，你经到一个粿来，像我是经炒粿，我上爱炒粿。我有闲我就来，我好经。顶一届是倒一个粿。顶届米苔吧。哦，米苔。啊，甲碗粿啊，头一届无，头一届油饭我无来。系啊，这届有啊。啊，这敢拢你第一届做这种物件？我们做很多次啦。哦，你嘛是家的妈妈，对对对对对，教学妈妈。对。啊，感觉大概来拢有生面孔哦。生面孔，你是说年轻的妈妈吗？来学做粿。学做粿有的是年轻妈妈啊，有的是那个这次活动是乐龄啊，所以有新面孔，每一次都有新面孔。对啊。老人家来学，像讲乐龄，就是我要听老人家一寡做法。对。有当感情上嘛，会听到你家己较意外的。也会啊，有的说我从来没有做过哈，从来没做过，那乐龄。然后，不然你教我们别的东西好了。结果他说，下个礼拜我们就要教九高丁吹。哦，高站吹啊，高丁，高丁台语叫高丁吹。所以他下个礼拜那个一个阿哥啊，要教我们做高丁吹。啊，那贡献来乐龄学习是一直延伸下去啊。希望能味道传承，然后也希望他们老人家能多走出来，觉得他们有受用到，他们会很快乐这样子，不要一直躲在家里。以后我们老了也希望有人要用我们啊。等一下，你农村的老人家会躲在家里吗？会啊。怎么个躲法？就躲在门口八卦而已啊，他不走出来传承他的味道，传承他的手艺。那你我觉得这样子就社区跟孩子的互动就不热络，就是这样，就尽量把他们拉出来。你看起码十个有中一个说要做高龄村啊，对不对？对啊，就是这样子啊，走出来传承他的味道。对，你这样讲的，走出来不是只有走到门口，要走到社区、跟学校、跟人群。哎、欸，你这个很强势的说法。希望啊，因为我们也会老啊。如果以后年轻人请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也很乐意啊。我们把我们的经验传承也可以啊，然后就是分享啊，经验分享这样子。Okay. 你说的非常好、欸。好，梅红姐。那个桂英哈，那个桂英啊，那嘛是得力助手对吧？不能讲助手，我才是他们的助手。哦、你助手，你给我助手，对，你给娘好难画助手。助手，对，他们超厉害的耶。他刚刚说很
有很积极的一面，是希望老人家要出来传承味道这样。嗯，然后有逼出几个人你觉得？有很多个，因为刚开始他们其实，因为老人家刚开始我们也是其实是比较希望他们来教我们，可是老人家他们就很谦虚，我觉得是比较害羞了，叫他跟我们一样这么高饼皮在那边教人家什么都不会，他们就觉得说他们什么都会，可是不好意思教人家，他说啊这个不傻。所以到后来我觉得也很好，刚好这一次有一个乐龄这样的活动，然后乐龄就是一个怎么讲，一个计划嘛，那校长刚好人家请他接，我说哎，那我们就要请我们社区的一些长者出来，那他们出来之后他们就很自然啊，啊我们就是故意的就想反正我们都不会做，我们就乱做，他们我们就会问他们说哎，那这个是以前你们怎么样，他们就很自然，然后就会说哎，那七嘴八舌，其实也还是一样，就回到有点像是那种大家庭，可是是别人的婆婆跟别人的媳妇跟别人小孩，那整个关系就不一样了，大家就超和乐，对不对？也不会讲话这样哎，刺来刺去或尖来酸去这样，不会。所以那个感觉我觉得真的在学校这边发生这种事情我觉得真的很好，很多事情就是你跟社区发生关系也不是说你想要跟他发生关系就可以发生关系，那我觉得是慢慢一步一步，就是刚好有这样的机会，其实也是呛死啦，对啊，不然我们在这边哇瞎找朱明呀乱搞也搞很久，好了一两年哦，真的哦，这学校里面竟然可以有一个这么看起来复古，但是又很专业的澡，虽然这是新买的，这是新买的，对对对对对，所以就为了食农教育，所以建了这个东西嘛。对，其实就是买来倒去的啦。哦，这个是有做后哎。可是你就觉得说，有了这个澡之后，就有点像是家庭的感觉。对，因为之前我们都是用那种快速炉推来推去，现在感觉又不一样，那这边有一个固定的这个，其实感觉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啊，但夏天是很热啦，但是也感觉还不错，冬天的时候你就哇，有时候我们常常这边煮麻油鸡，你看一大麻油鸡，你看那这个是开放空间，一直熏出去谁受得了，开车路过山沟村想说那家店在哪里，我要去麻油鸡店吃。对啊，其实就是像我们这边其实有点像是已经三代同堂，阿嬷也有嘛，你有看到有然后我们啊，然后还有很小的小孩啊，几乎要四代了，真的不行这样讲，没礼貌。什么意思？三代就好了。对，下面讲没礼貌，公司代、啊、太老了。你好贴心哦。你不会啦不会啦，其实就是感觉上你就觉得说，因为我们自己生活的家庭也都是小家庭，所以我觉得说哎，有这种大家庭，我觉得那种感觉跟以前的大家庭其实真的那个关系又不一样，我觉得大家比较轻松啦。对啊，那个刚刚听到小娟这位从台北来的家长，他说那种其实还是很希望大家知道这个国小对待家长的方式，善待家长啊，帮家长设计课程，还是对小孩的食农教育都很棒。这样子说起来真的有办法，你觉得那个想象啊真的有办法能够多吸引一些人来加入农村的生活，然后可以让学校不要因为少子化而结束吗？根本没有办法，不是啊。我觉得没有必要，就跟其实我觉得又回到跟轻松种田，我觉得那种初衷啦，就说你不要因为是让这个学校不要倒或怎么样，然后去做一些努力，像我们这样玩得很开心，那自然就会有人来了，我觉得那个比较重要，你做了一个事情你很开心，然后后面会跟来的人是自然而然，不是立刻给揪来。我觉得那个东西反而是比较有力量，或者说也比较长久的啦，所以我觉得学校应该倒就让他倒，如果他不会倒他就不会倒。对啊，您吃过那个超阿贵包的内馅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吗？就是豆沙，要不然就是这个啊。超贵买些包豆沙啊。哦，买做甜的吼。对啊，啊买些做这啊。啊，你开始吃甜啊咸的？我开始吃咸的。开这个比较好吃。我嘛是开始吃咸的个。哎呀，这个好吃。啊哪讲？甜的，因为是甜甜的安尼吼，啊咸咸，啊佫安尼啊食着较袂腻，啊这皮佫甜的，啊这佫咸，真好食。对对。啊你咱迄个粿内底也甜，迄也甜。就没有这么好吃。对对对，会腻会腻。
听讲你是炒粿老师傅。无啦，以前怎么拢唔捌做啊？怎么拢红马啊？以前就厉害啊！以前就厉害。古早拢爱要爱做。啊，十月半做做好吧，因因下厝啊，下厝就幸运安尼。阮十月半，啊因八月十三。十月半爱做炒粿。哎，啊，拢去幸下厝啊，啊，即个因八月十三拢幸运安尼。哦，哎，幸幸是啥物意思啊？做戏啦。哦，做戏哦。哎呀，啊，咱幸啊因即幸运安尼。啊，最近应该唔到十月十三点啊在搞。拢无，怎啊拢无啊？拢无啊？怎啊无？拢无，拢说无去啊？无幸啊，嘛无请人，以前拢有请人去的，怎啊无啊？啊，那你就无机会做粿啊？哎呀，啊，就基本拢少啊，很少做啊。啊，你像安尼办这口，你手骨有摊安尼都满粿，我感觉嘛真欢喜。哎呀，看因你做嘛真欢喜。哎，啊，不过那看诶，即马现代诶，即代伫咧做，感觉手艺甲家己无同款，无同款，动袂掉哦。较紧。哦，较紧啊。哎，因即马咧做较紧，因都常常拢过去啊，对啊，较紧啊。爱原料啥？你有感觉讲，跟以前嘛差足多。同款啦，迄是同款，你爱嘛是爱迄乌草粿、乌草。其实阮较早是拢吼，糯米破的迄个菊仔米，爱即摆免啦，即摆拢冬笋啦、破地笋啦，安都好啊。对对对，啊，不过你感觉食起来有真大无同款，所以。无感觉较 Q。哦，较 Q 呀。嗯嗯。Q， 大家一般人较爱食 Q。嘿，较 Q， 较袂像阮哦，破尖米的是一定有时会较甜。嗯。即马老大人嘛，拢会当接受这种口味的，对不对？嘿，你个囡仔上爱食，你做的什么？咱个囡仔细汉，大汉嘛爱食。啊，即马大汉、大汉、大汉嘛无爱食。即马拢，阮孙嘛同款啦，无伫厝个，啊，拢大家拢出去外口读册啊，啊，拢也无爱无爱啊。但即马一个都读研究所，即马今年毕业，啊，大汉个，去年，哎，去年伊都无爱读研究所，大学毕业转去上班啦，转去上班啦。不过有当时啊，像我哦，若倒去厝诶，阿妈是会想讲，哦，最想要食妈妈做诶粿。吓，系啊，啊，迄当中有当你会讲想讲，喊喊阿妈踮厝诶，搁做粿者。啊，管你爱不爱食，阮阿囡仔拢不爱食。安尼哦。嗯，拢无闲啊，伊讲迄伊不爱啊。大姐，啊，他拄好听大家伫讲吼，讲咱像庄卡吼老大人有当都门下口忙坐厝诶忙坐尔，较无要出来。嘿。你感觉嘛干嘛呢？无，我是拢伫内面看电视啊。你伫门口口都无爱坐，你拢踮内面看电视。嘿，阮内面看电视，门口口因都门大家拢关关着啊，啊无啥人伫迄度啊，无像阮以前讲得较坐啊，即马无，即马拢无，因为大家拢是内面坐啊，嘿，较无出来外口安尼坐。是感觉讲无所在通去哈？无啦，人下日大家去上班啊，啊像阮老伙，啊老伙也无几个啊，安尼啊都无伴，你讲嘛？嘿。所以若像安尼，像这青高国小。看看啊，像安尼办活动，大家有这个所在通来嘛？哎，嘛真好啊，嘛真好啊。阿妈炒粿是毋是爱学胡椒较济、较香？你这阿啦，适可而止啦。对呀。适可而止。对呀。你太多的时候很辣。火要熄掉，给火熄掉，还没熄。阿妈，你是不是第四届上课啊？你是不是每节拢来？有，这第四了。第四堂了。哎，对对。阿妈，请问怎么称呼您？我叫那个世子。世子阿妈。就是世学世孩子的子。哦，世子阿妈。陈世子，嘿，对对对。呵呵。嘿，哎，你讲国语呢？哦。我讲国语，讲台语嘛噻。台语嘛噻，陈世子。世子哈。嘿，对对对。所以你这来行哎，你知道手要洗干净就开始玩了。对对对。手要洗干净，再开始那个。臭味道，臭味道，臭味道是出大事啊，出大事啊！我给你，这是常有的事情。美红姐，我听说啊，请问一丈两点出来跟我妈妈做粿啊？伊会讲伊那人有耳无嘴，不可以乱说什么话，不然会害那个做那个粿失败掉。对对对对对。在这里有没有这个规矩？没有，完全没有。没有什么一定不能讲的话吗？所以就失败了。没有了，没有失败。捧啊，可以，很漂亮，捧了有水不？有啊，捧皮，哎呦，好烫，差不多，你要压的就可以，好吃的，不能 Q 看到妈妈，我阿叔呢来，我有手机，这我爱的这款 Q 的。可是手感去揉啊，什么那些跟机器打，有些人还是吃得出来啊，一定是不一样的，一定不一样。嗯，对。
这么有自信是你吃得出差别的人？因为我吃不出来，是因为我自己喜欢手做，然后你手工做的东西跟其实跟机器的真的不一样，对啊，因为我自己有做面包啊，那手揉的跟机器揉的口感真的不一样。你有做面包，您该不会您先生叫阿豪吧？不是，对不起，我最近刚好认识一个阿豪，他说他老婆会做面包。没有没有，我做面包是因为我的孩子过敏，然后我们不吃一般的面包，因为一般面包添加物太多，它其实从面粉原料就有添加物了。对，您也是深沟国小的妈妈，小学童妈妈。我是新来的家长。新来的。新来多久？多新？这个学期才转进来。嗯，从哪里转来？因为我们从慈心的。哦，慈心华德福。对，因为我是因为搬家的关系啊，我们搬家的关系，所以才转过来这边。嗯，而且因为很喜欢这个学校。你是？没有没有，因为我们喜欢小学比较明明一点，而且这边就是还蛮淳朴的。校长我们也很欣赏啊，因为之前有先来参观学校，而且学校很好，他让我们先就是我们四年级的时候先来试读，试读过哈、哦，对，一方面之前跟美红也很熟，跟美红家有熟，美红家就大力推荐，他们是超级磁铁啊，他们家，对，对。所以以后有不开心的也去找他们算账。好，目前有最难适应的什么哪一点吗？不会啦，我们是没有适应上的问题啦，因为其实我们本来就是过这样的生活。嗯，有务农吗？有有。哦，真的。对，我们家有种田，然后但是我们都是租的啦，因为我们没有地，所以很爱种。哎，您看起来也不像是就是保养得很好哦，没晒黑耶。你也下田吗？有比较，因为其实种田没有，其实工作没有想象中的多啦。因为我们不是做惯性农法的，惯性农法的工作比较多一点，因为他们还要喷农药，我们不用喷药。这里讲的啊，这里讲的。对啊，因为惯性农法除了喷农药，还要施化肥啊，其实他们的工作真的比较多。你说话我听得出来你在调侃，对不对？没有没有。事实上，有些耕作剪福寿螺除草，那很累，花很多时间。我们家小孩很多啊。哦，是这样，是不是？对啊，因为交给小孩，就小孩剪，对啊，小孩会去帮忙工作。哇，很酷哎！你们家，我改天想要去访问你们家小孩，这么小就已经被训练好友善耕作的那种夏天的事情。因为我们以前在慈心念小学，对，所以我们家小孩，因为我们那时候住学校附近嘛，譬如说像暑假要晒收割的时候，要晒谷的时候，大家因为家长都回去台北，都离开，然后或是可能出去旅游嘛。那我们家小孩就被叫去晒谷子。我一定要认识他们，原来他们的宿命其实从这么小就开始了。他们也很乐于这种务农的生活了。嗯，还好啦，因为他们要吃啊。因为我跟我们家小孩说，我们家小孩就说我对种田没兴趣，对，可是他必须要吃，他就要种田。竟然在农村生活有这种压力，就想吃就自己种，对不对？对啊，不然嘞。请问您是小孩子也在深沟村？对，深沟国小的。对对对对。那今天是只有你一个人来参加？我老婆。老婆是老师？不是啊。教做柜的老师？不是不是，那个小娟。哦，就是小娟啊。对对对，小娟。哦，所以你们就是从台北来的家长。你第几次来做柜？第一次。我之前都没有时间，那今天有时间就来看一下。看的感觉是什么？蛮好玩的，老师蛮专业，很热心。你知道这个课程的设计原意是什么吗？不晓得，我只知道是家长工作坊而已。他们本来是希望透过做柜，然后可以让一些老人家也一起参与的时候，教我们一些老人家的智慧，这样，然后可以传承下来。然后结果发现，因为年龄层落差还蛮大，有年纪很大的，然后也有很年轻的来学，还蛮好玩的。因为我们在都市的应该都不会碰到这些东西。你也会很想拍一些照，然后跟都市朋友炫耀，是不是？对啊，回去在 FB 上分享，因为都市的人会羡慕乡下的人，那乡下的人可能就因为经济关系会想要往都市跑，可是。其实我觉得这没有绝对啦，对。您还蛮适应农村生活的咯。对啊，我觉得很舒服。对，这种
没有高楼大厦的环境其实蛮舒服的。可是对你生活上的其他可能工作啊那些影响会不会很大？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啊，那当然就是要取舍啊，或者是你要做一个决定这样子去改变这样。但这些改变都为了小孩还算值得是吗？我觉得蛮值得的。你的小孩搬来这里有过有跟你说过说在这边生活的感觉是什么吗？感觉哦，没有特别问他们啊，不过应该我们自己觉得他们应该是蛮快乐的，因为这边的氛围就是比较正常一点，没有说很注重分数这样子。对，那台北可能因为要高度化的竞争，那整个氛围就会比较着重在竞争上面，那这边我觉得是比较团队的感觉。等一下要不要试着坐柜坐看看，还是只负责拍照？今天哦，我今天当摄影主角了。哦，很好很好。是做柜真开时间呢，伊的签字作业嘿较长，时间较长，爱进米，爱无米，爱得。你若早起要做，你前一天你都爱用，遮物件拢爱做好边啊。啊，如果你前一天地过菜，你都爱提冰箱冰，较袂歹去。而且这种已经爱靠人力，毋是机器会当取代啊。无米的部分是会当机器啊，啊，问题是你地就无多，你地你就是。你要说等它压的时间，你就是每半个小时要去把它翻动，把它的水分给压出来，压越干，贵如 Q， 这是一个重点。不过你家己无爱食，你说感觉咬真重要，爱咬。爱咬，这是一种传承，很多东西都是需要传承啊。你甲生囝同款意思啊，人生咱，咱生人啊，对不对？这是就是一个传承啊，才有办法延续下去啊。对啊，活动也是一样，活动也是要有人接啊，才会有活动啊，对不对？对啊，一边做柜一边教人生道理哈。桂英，你刚刚要考我什么？没有啊。有。食物就是一定要传承，爱也是要传承啊，不是吗？是。因为我们也是有小孩嘛，也是会到社会去嘛，会到大社会嘛，我们不可能只爱我们的、啊。我也希望别人也爱我们的小孩啊，对不对？那就是要彼此分享啊，就这样子。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好像有点困难，太快了，脚步太快。嗯嗯，对啊。你听起来有很某程度的失望哎。对，有点感伤，有点感伤。最近是被什么事情刺激到？怎么感伤？就整个社会，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活动一直办就对了。好热血啊！对，就一定要，一定要。好香哦！好香，好好吃哦！喂，阿丽。啊？上完你点的好不好？你讲上完啊？你点。我不要紧，无你就冲过来，我提好的。来，上面来。你讲是了，都好快。简单嘞，今仔日这鸭食起来安那？有啊好，安尼较有咸，安较好食。安尼哦。嘿，啊个 Q， 真 Q， 好吃，好吃。来评审一下，这边这个要拍几分？这个可以95分以上。呵呵，过来问一下，阿妈，所以你讲要做评审，啊这食了了评审一下，这90几分啊啦？90几分。对呀、啊。对呀、啊，你的口味哇哇，很好吃，很好吃，咸好食，咸的哈、嗯，哦，所以炒粿甜甜的皮，够咸咸的啊，很香很香，好香，好好吃哦，是不是也引发你想念家乡的味道了呢？节目最后分享一段插曲。就在等草柜出炉的时候，大家不管认不认识都很热络的交谈起来，其中阿多嘎宾美国女孩雪清的出现令婆婆妈妈特别开心。如果你在现场对这位会说中文的雪清感到好奇，你会怎么开口问第一句话呢？马上来个小示范。你怎么会想种菜不想种米？我也有种米啊。
米种多大？我明年要第一次这里种植一块田，要种2分6，跟这里的人租的是对。我是加入我朋友的团体，所以我跟他们一起种，然后他们不是那个浦东俱乐部。不是，我们是另外一个。等一下，五十家，你少掉了150家，他是200家哦。他对的200家。我要跟杨文泉处长说，你把他扣掉150家。我现在到底有几家？无所谓，但他的名字叫200家。200家，哎，你是什么因缘来这里的？来这里是因为认识朋友，然后我去年来打工换宿。去年来打工，打工换宿。就是有一些农场他们会提供打工换宿，如果你对农业有兴趣或者是想要体验看看，你就可以到他们的农场，然后他们给你住给你吃，你就帮忙白天帮忙工作。所以我去年来。那你怎么不会想到中国大陆那边会想来台湾？我之前有在中国大陆待过。啊，你两边你感觉哪里比较好玩？我是因为有点想要离开中国大陆才来台湾，然后来台湾之后就不想离开，所以大概知道我比较喜欢哪边。这些就是大米当天假借学操柜，事实上是当狗仔到处监听，任务成功。如果你也有监听素材想与米米之音分享，欢迎在节目下方留言或私讯米米之音，本电台必定会以最高等级的保密原则收件处理，再以最低等级的隐私控管与全世界分享。感谢您的收听，下礼拜见。本节目没有固定形式，没有固定来宾，但是每周六中午12点固定播出。网络收听品质有好有坏，收听时请详阅操作说明书。